多少钱？那我要几个？要五个。两个味道，一个多大呀？你先做一个给我看看呗。要喊路啊，香什么味儿？香什么味儿？一个一个，各一个。这两个，先这么几个吧。需要三个。然后一般他边做就会边问，哎，你拍了多少年了？今天刷这个视频。哎呦，20年了呀！梦寐以求的脏摊博主。对不起，光顾着炫了，就不给你们看了。不知道给大家表演什么才艺，浅炫一个芒果吧。先这样吧，886，我们下次再见。